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，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